这个是犀牛虾，我第一次吃，这四个花了好像是1014块钱。来整吧，快帮去。不用，太伤了力气了。我想吃黄，哪有黄啊？大家都来。这个可赶上爆出来皮厚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，我先扒下来。扒好了，这下面还有籽呢，我再扒一个，我尝一下啊。这虾应该是炖的，这个钱花了不吃了，但是你不让人家不吃了。没吃出来，有点转转，这像什么味道？就好像就是帝王蟹煮了两小时的味道。再划开，这是啥肉？真好吃，好吃吗？比上饭好吃。嗯。蘸料，这我直播也吃。